已经奏响，春姑娘正迈着她轻盈的舞步，换上她最美丽的衣裳，朝我们走来。春姑娘来了，你们谁知道她怎么来的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她是南方来的，前几天到这里。这个好消息是燕子告诉我的。你们谁看见过她长得什么样子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她是一个小姑娘，长得比我还漂亮，两只眼睛水汪汪，一条辫子这么长，她赤着两只脚，裤管挽在膝盖上，在她的手臂上挂着一个大柳筐。她渡过了河水，在沙滩上慢慢走，她低着头轻轻地唱，那声音像河水在流。看见她的样子，谁也会高兴，听见她的歌声，谁也会快乐。谢谢，狼嘎拉姆。